感觉不像认识你老婆的感觉。我怎么觉得好像跟我在记者会上好像有点不熟？我觉得是他今天要来给你 surprise， 有没有很 surprise？ 有，很 surprise， 非常 surprise。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来拥抱一下？要不要拥抱？对，你欠记者先生他们有一个公道，一个很大的人情。对，好不好？那就趁现场让他们捕捉个。我们都给他们一点版面吧。好，又这样子吗？你们最亲密的动作是什么？谁跟谁？你我没有，刘真的。可是记者在这边，我真的不好意思说哎，因为其实我跟他们。等一下，你在说什么？不要讲，今天讲不要讲。我们通常都会在家里，就是我会用我的鼻子摸他的胸毛。我是郭子乾，想好了吧？对，你是欣荣啊，他是刘真。我是刘。